请回去禀告朱元璋，在下感谢他的受礼和贺函，且容在下稍作收拾，三天后，也就是10月初6吧，在下会带着所有的兵马、战船、器械归降吴王。啊！大帅招我。哦，不用来了，来，我请你吃早饭。二胡，给先生上饭。大帅，有请吃早饭的规矩吗？咱请你吃的是饭，不是请你吃规矩。那是那是，坐坐。怎么，不饿？见着这么大的魔，谁敢不饿呀？刘伯温哈，你这嘴可真叫刁。跟你说，陈友谅可回信了，说三天之后率部归降，也就是10月初6，还说要把自己给绑起来跟咱负荆请罪。先生，您这降书写得好啊。